大家好，我们是 Silver Ash 银色灰尘乐队，我是主唱队长林，我是键盘手白鸟，鼓手真，贝斯手玉，吉他手月。4月25号，我们在鼓楼东大街的毛 Live House 下午1点半有一场专场演出，然后我想现场大家来参加的时候可以打扮成各种有意思的样子，你觉得很酷的样子，只要你打扮成这样来参加演出的话，我们会给你抽奖的机会，送大家20件乐队的 T 恤，然后还有一些演出的 VCD， 希望大家都能踊跃来参加，因为我们将向你保证，绝对是一场你很难忘的专场演出。再有，我们乐队可能有将近3年时间了吧，没有做过专场演出了，这次是过了很久以后第一次乐队成员比较完整的做演出。再有这次演出之后，可能我要去国外上学一段时间，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来，不要错过这好机会，因为你一定不会失望。因为我们乐队专场很久没有做了，可能大家很多最近看演出的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熟悉我们，所以我觉得还是提醒一下，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视觉系的理解还停留在这个染头发呀、画很中性的或者女性的妆啊、穿裙子啊、高跟鞋什么。但是大家现在看我们，虽然平时的样子吧，但是演出也不会是那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对视觉这个表达方式有一种新的理解，当然我们会在现场呈现出来，尽量。乐队在想重新的就是确定自己的音乐录像，在这之前我们不想急匆匆的就有新作品拿出来，但是我们会有2个翻唱的作品。当然我想这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之前演出翻唱过一次，那个做过翻唱，做过，唱过别的歌，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自己演跟听感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次选这2首歌也挺有意思的。我想大家来现场看看吧，也算是新曲吧。以前都是好多都是一些自发性的，对，都是自发性。就是我想大家说的就是不要以为只是要 cosplay 的，什么样都可以。你是男孩，你打扮怪一点，打扮成女孩，或者你画一什么特别怪的妆，你把自己打扮成别人经常打扮成小丑什么的都没意思。可能就是给了他一次崭新的机会，可能他并不想去得到什么，但是他觉得可能我化了一妆走在大街上也好，或者我今天认识了很多不同。也都有这种想法的人，然后呢在一起可能也是一种交流吧，我觉得是。其实我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演出都是纯演出，上面演底下看，这次我想让大家有更多的参与感，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没有重新做演出之后，就是考虑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的演出现场应该就是这种有互动或者每个人来都有参与感的这种。当然我们这次可能比较仓促，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准备，只是给这样来的大伙儿给一个奖励性的、鼓励性的这样一个东西。以后我想，可能如果我回来再做演出的话，肯定会有其他的、更多的新的想法，希望能跟以前有所不同。但是就是，也不会太夸张，就主要还是以演出为主。但是可能在布置上或者舞台布置方面会有一些东西。这场演出也是我很久没在乐队里演出了啊。之前就是一直在外面打工嘛，盘踞的像跳舞的小月又回来了，反正也是很期待嘛，就希望能玩得开心，一定会很开心。没有想过过多的什么怎么样啊，至少一个演出把它演好就行了，来的人也高兴，然后乐队也玩得开心就 OK。